正是将以旗幡当行，你的授意，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，才能做出这种丧心病狂的事？这次，臣还真得和太子殿下一唱一和。陛下是确定殿下有罪，还是要用殿下去安抚郡主？老师，走。在他心里，天地君亲都排在你这个老师的后头啊。陛下。 陆英带着御史们去了垂拱殿，替太子鸣不平，冲撞了庭室。鹤唳华庭，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到12点。